好，我是阿和。你是谁呀、啊？我刘刘。你猜哪里来的？路边小饭店里面吃点饭。是，现在我们是在呀电边湖神市，我们在一个文旧锅还是文屋的店。我们等一下看那这里的地方，它做这个好不好吃啊？来了，我们看一下，看起来也挺好吃的。吃吧。好吃好吃，看，这一份多少钱啊？可能上面有价格。文旧锅大概两个元，你的文屋85元，也便宜。我刚用这个哈丢，所以被哈洗。我喜欢是有水一起这样。吃饭嘛，路边小店，很小的一个店。如果现在努力，然后你结婚了，你还努力吗？结婚了更努力啊，要给阿和一个好的生活。刚才我妈跟我发信，然后就说一下，我们呢赚到钱呢，就是也要给我递给一些，因为害怕刘刘跑回国那时候就暗河一样被骗。然后就是，意思是啊，我们都要一起，知道是我们都一起，但是也是要啊。每个人就是都拿一点钱、啊、对吗？来存钱、啊、对对对、可以。然后我就是以前到现在都给你管钱嘛，所以就我是不是很相信你啊？相信我，阿和最相信我了，对不对？我也相信阿和嘛。对呀、所以我也是跟爸爸妈妈这样说的，所以他们才给我这样说，因为他们老了嘛，所以这过那么多年，说明他们有经验的，所以他们也是说现在是这样，但是后来就是如果有什么事发生都不知道啊，所以我感觉也是挺对的。本来这个是我们一直有说了，对吗？只是现在汇率太小了，太低了，所以我没有换。所以之前也有换多的，对，换多几十兆啊，换的都有。对呀、这个我感觉就都一样，我也是感觉如果汇率太小了换就没必要，因为我们换多的话就被搂很多嘛。然后我意思是，当时说的时候你开玩笑一句说话让我感觉你怎么能开玩笑这样。我就说当时说那时候我说爸爸妈妈说是意思是后来如果害怕你跑去那时候，然后我给你说你马上说还是我跑去算了，你知道你就这个说话。没有，是你爸爸妈妈说要买房才结婚，我他是这样说的。对呀、以前到现在还是嘛，以前我还记得那个视频呢，爸爸也说了先买房后结婚是吗？对呀、意思是我们呢先买房在哪里都行，先搞定一个房，然后就哎呀就是看我们到成功嘛，然后再给我们结婚不用急嘛。以前你说他们还说几年后，等几年后，等几年后然后再结婚。以前啊你不忘啊？我知道，
现在到现在你看他们的态度是不是改变很多了，就是稍微好一点点，意思就是先买房再结婚、啊、什么时候买房什么时候结婚也是更好嘛。然后我就跟妈妈说，对你更好，那确实的，我就跟妈妈说了、意思是我们买房的事是肯定要买，但是结婚的事是为了我们想去中国嘛，想去中国然后建立家庭啊，然后所以必须要结婚先然后才去。然后刚才我妈妈好像说就我不用急，因为今年挣的不好，今年挣不可以不可以结婚，所以最晚要明年，对，就是只用过年的时候就都可以了。然后就说你现在可以准备资料了，还有好几个月过年呢，资料准备很快的、啊、这个就不用着急了。但是他们意思是也准备，然后过年的时候可以。现在吧，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我只就刚才你的说话让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刚才我就不是我腰你感觉得到我的痛了吗？你说话什么都要小心呀，我的痛是刚才给你的痛一样的，太痛了，太痛了就对了，再用力一点点这块肉都掉下来了太难了你另外说娶阿和好难啊，那娶谁简单？去越南女孩真难呀然后就这样吧，我消化一下好吗？那我消化一下，我想一想。消化什么？消化一下你说的话。现在还没消化，我说的话你还没听头啊。我好好想一想。